覺得喂，今天的人流其實相當之不錯喎。咁即係其實睇得出，其實香港嗰、那個潛在嘅消費力，特別係派咗消費券之後，那個消費意欲係好強。咁確實亦都係比較一個長嘅時間，年紀都冇呢種比較大型啲嘅消費展咯。咁所以我諗亦都係適逢其時，咁大家都會買得開心，用得開心。總之好開心啊！就嘅感覺就係、是、可以使錢啊嘛，可以見到咁多人啊嘛。即係買個茶壺，仲有咧買咗玉骨茶，仲有山楂王。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